你送叔叔回家吧。那我们这儿怎么办？这边有我跟宋局盯着呢，杜某那边也很重要，贺子轩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快走吧。爸，我送你回家。 干嘛？马俊海，你吃枪药了是吧？我忙着呢。你忙？我还不知道你呀。你是不是跟那个副大主在一起啊？你就知道在别人面前跟我耍威风，有本事你回家跟我耍呀！你有事儿说事儿，我真的忙。我真是没事吃饱了撑的给你打这个电话，我真是。你那货送到了没有啊？没出什么岔子吧？ 爸，爸，我还有任务在身，先不能回家，您别生气了好吗？爸，我错了，你注意安全。 这茬就算是过去了，你跟你爸毕竟是老子跟儿子的关系，有什么不好说的？你赶紧把心收一收。现在最关键的任务是，赶紧想想怎么救傅梦瑶。这抓捕的风声只要走漏出去一点，我估计他的命就保不住了。子轩，连接下沈宇，我们和宋局开个会。正要联系你们。 傅大勇这边，我们已经核实了，他女儿傅梦瑶确实被绑架了。这件事情非常棘手。傅梦瑶脱离危险之前，我们不能走漏任何风声。我认为，先把这批货发出去，然后再让海关以别的理由拖延他们的出海时间，至少不能让对手觉得自己已经被盯上。可是这样，不确定因素实在太多了，很难保证交货的时候不会出现纰漏，而且就像宋局之前说的。 我们的对方一无所知，我们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会来收货，不知道对方的人数还有人员构成。
也不知道他们在街头的时候会不会有暗号，更不知道他们安插了什么暗哨之类的。我把这一次被捕的所有人员的相关背景资料都查了一遍，发现有两个人很可能成为我们的突破口。我到时候把详细资料全部发给你们。好。宋局，我建议，为了保证人质的安全，只要对案件有帮助，并且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和他们达成一定的协议，给他们提供减刑。 提供证人保护之类的，当然，具体要怎么谈，还得看你们。那傅梦瑶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她被绑在哪儿。这件事情我会和景清汇报一下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和子轩负责这个事。可以。现在的重中之重是要确保人质的安全，我们这边会尽量争取营救人质的时间。明白。 这都过了上班时间了，庞一山今天什么情况啊？